白捡一媳妇，大仙老公能带我排一把吗？哎，你好好说话，兄弟。仙仙老公，啊、这抓女的抓的挺吓人。白捡一媳妇，哎，你这个真的，你听他这么胡说八道，这性别一打开 ，Oh no！这抓女的抓的挺吓人。哎，你好好说话，兄弟。我太难了。